哦，这太难了。我就可以。哦，这个呢？奥特军团，奥特军团，我已经演完了，你为什么太尊重演的人？真心话玩游戏，好胜心太强，和宋云画彭千佑强到忘记宣传。有一个脑袋空空的丧尸，所以你到底找我干嘛吗？不知道。还有一堆奇形怪状、从人的执念长出来的麻烦。你又是谁呀？我是从打打圣地吗？一直来，一直来。曾静华、宋云桦、彭千佑三人在爱奇艺原创台剧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组队打怪，这回到续新闻来组队 PK 宣传。剪刀石头布。不要硬包。包不了我。包不了我。有。妈，饿了我老可饿了，你要入红酒吗？妈，妈，客人跟老板要，客人不能跟老板要入红酒吗？一定要做好安全。妈，客人老板跟老板跟老板家的人家的人，一定要坐同一桌吗？妈，客人跟老板家的人一定要坐同一桌。光什么？光焰哦！光焰，不要念，还要念斗字口，斗字口，斗字口。说杨锦华，杨锦华有三分的气质，气质。需要休息一下吗？嗯，不。奥特星，奥特星，摩羯座，天，天豪，天海。清朝，清朝，那是已经过了追溯期，因为是我的台词。清朝的事已经过了追溯期。西因为很担心我，好像不是担心，还是给你们，让你们用眼睛出来，一人一张，这太难。我都可以，我先。几个字？六个字。绿溪，绿，绿溪，绿，绿过哪哪？绿溪具体，标线行人行道。对。穿古装，所以讲话动作都可以那么慢吗？穿古装，你讲话有必要那么慢吗？是吗？哎呦，意思对了。好，跑步。穿古装说话。这是你的台词吗？对，但我忘记了，我忘词了。穿古装。穿古装，还有其他形容词。挖耳屎，鼻孔，抠脚，什么？穿古装吃，吃耳屎，这份。有鼻喉科，器官。你懂啦，我要形容这个。我应该不懂。算了啦。算了啦。动作很不懂啊。懂很中二吗？没有很中二，好吧，很难呢。那我们会讲中二吗？啊，那他现在在饰演是，你先录他好了，我继续抽。我已经演完了，你们有没有太尊重演的人？不用多说，就是我一定要看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，会有高颜值学霸瞪着你来看。
早知要看不良执念了，拜托。每周六晚上八点，在爱奇艺国际版全网独播。